我叫 Eric， 我是一个的士司机，我揸咗成15年的士噶啦，去到必食到必，我哋呢行嘅习惯嚟噶啦。一般的餐廳咧，好多都收咗噶啦。去翻啲舊區啊，城啊，有啲大排檔就會比較開得夜啲啦。10點幾啦，收工啦。全日好攰，終於可以坐低食餐飯啦。喂，康哥 ，Hello， 點啊 ，Eric？ 又過嚟食飯啦。Thank you。今日食啲咩嘢？照例牌啦。例牌，孜然豬串骨。鴨血翡翠螺、鬼馬釀油條，好啊！即到新嘅地方唔會有呢啲成個廚房搬咗出嚟喺個街嗰度。出邊嗰啲咧就會炒得會快靚正嘅，就亦都可以俾客感受到即炒即食嗰種氣氛。本餐牌裏面大概有200多個餸啦。個鍋氣又夠啦，又有視覺，又有聽覺，又有味覺，四樣都有曬咯。一炒完即刻有得食。呢個就以前遺留落嚟嘅歷史咯，即係我好彩嘅地方就係捉得到佢，就可以將佢發揚光大咯。做飲食嘅都係要用心嘅啫。香港嚟講咧，就叫買少見少咯。應該數埋唔會夠10檔咯，做小炒嘅地方。食完飯啦，咁啊有精神就揸車翻屋企，咁啊已經完成一日嘅工作咯。哇，上一個巨豪啊，最緊要。